们所有的尖叫声，我们的阿苏海店是听得到的，好不好？谢谢我们的王子。好，接下来要回来的呢是我们的 Tina。所有的精彩表演呢，都要把特别好的呈现给你们，让我们为Tina掌声鼓励。现在呢是我们的骑士Nolan。带来视觉上这么不同的体验，以往在台湾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表演哦。好，只有在这里，对不对？真的也非常感谢他们，也因为他们的扎实练习及经验的累积，才可以呈现这么精彩的表演。现在经过你们面前的人呢，是妮塔。